这个健康鲜肉，昨儿回来，老些朋友说，想买这玩意儿，想吃这玩意儿，我想看吃这玩意儿，我腌都有10多天了。不，你这个肉怎么还没吃呢？这多好涮啊！这种东西就这带肥肉可好吃了，姑娘。好吃。哎，我家那边没整过，那边真没整过。不习惯这么吃吧？你说。我这是啥时候奶？我小时候，那是不说年年有，他有时候过年整猪头了，完了放一小疙瘩，就猪公嘴这块，就是那一疙瘩，一切一下就给你切几片，搁小碗溜上。啥？以前那个肉没办法保存，得放酱里。现在就变成美食了哈。我今天想起来吃个大葱叶了，老辣，可辣了。我这葱叶这个辣椒，这时候吃点葱，新鲜葱多好。葱也挺辣吧？你说我闺女流凉水，那挺辣，怎么那么辣呢？可能那盆里总干的。这一干它就干。酱香咸肉啊，再来一块，老好了这样。肥的地方啊。肥更好吃。还没到时候哈。这种肉到嘴里有点舍不得咽的感觉，嚼嚼嚼。这时候一两个一咽就碎乎了那种。而且肥的不是那么咸，瘦那么咸。哎，你们觉得这种瘦肉，来，不塞牙了。你看，大酱豆角。妈呀！大酱粘豆角了。对。不错呀，给我一碗饭盛少了。我寻这个盆比较大了，这碗。我一个人还得麻烦你给我尝一下呢。这是啥吃的呢？辣椒刀口不敢刀了。可辣了。来酱香咸肉，可辣可辣。酱香咸肉，有点肥的。但是这里这么多辣椒，当然不是想象中那么辣。辣要不辣？我感觉去一次街里真累。我也是啊，我也感觉。也没那啥呀，就来回刷的几趟，开车也累了。这到开车累挺累的，光开车就啥事啊？开车也累挺。那我特别光，开车不就踩踩这个踩那个吗？没啥累挺。明天倒光。明天倒光，之后过车什么的，你一定要加点小心，因为道上有冰啊。你要急刹车，那就得那啥了，车就得掉过来。挂上。今天你这精神高度紧张，注意力比往常都得集中。妈，这个豆角挺好吃。我也觉得挺好吃。盐酱够。那盐酱还不算太咸的，对吧？不咸，正好。你俩吃几块肉吧，全让我来了。那吃好块的。好。我俩吃瘦的，是吧？那个够姑娘，那姑娘我都再来口饭啊！别我姑娘加那个了，我都吃完了，我姑娘。我姑娘也不嚼呢，我不嚼你。
从来都不是。那要是谁都行，把你嚼口香肠的，虽然不咬你，但是不咬你嘴里的。你看，尝吧，三千白白，你说，哎呀，吃一杯水呀、啊。嗯。哎，这咱没咋吃这玩意儿啊？这寡露这两菜了吗？啊。嗯。这个真不错，哎呀，没了，剩这点儿。你就挑挑瘦的吃，你再来点饭费，没是吧？我一会儿来，你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耽误我们吃饭了，先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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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儿见啊。